你好，世界。当我们第一次说出这句话，对眼前的世界还一无所知。我们不知道机器可以有多聪明，不知道距离可否不再是障碍。不知道图书馆能不能被装进口袋里，不知道生活可以变得多有趣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对世界仍然充满未知。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让城市永远不堵车，不知道怎么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，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让电脑永远不死机，也不知道怎么让每一种疾病都能被治愈。可是我们从未停止过思考与探索，我们已经知道未来的路将去向哪里，知道如何守护微小的希望，知道怎样用智能创造智能，知道科技有改变民族命运的力量，我们相信人类从未失去联想。当我们探索未来中国的每种可能，就是在创造属于我们的世界。你好，世界。联想智慧中国。